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我要和大家一起来猜蛋啦。今天我们要猜的蛋是健达奇趣蛋，有男孩版还有女孩版的。我最喜欢吃这里面的巧克力。球，老好吃。怎么这么多呀？那是因为这是买的，特别多呀。好，那快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吧。好啊，今天我们先猜一个男孩。一个一个来猜啊。这个好猜。这里面是巧克力。你不打开给大家看一下，你尝一尝，你不是最爱吃的吗？特别爱吃的呀。它是这个样子的。上面有一层白巧克力，然后当你吃到下面的时候有黑巧克力。你尝一下吧。这球，这球好吃吗？好吃啊。我喜欢吃这个皮儿。那皮儿是不是脆脆的呀？对呀，挖不起来呀。哇、哦、这么硬啊。因为屋里冷，所以呢，巧克力都硬喽。那快来看看玩具蛋吧。还想再猜一个，这个还没有猜完呢。哦，这是什么呀？拼装车。哇，是个车呀。你看就知道。这块还有个皮筋，可能不是俺那儿的，所以摘下来。不是那块。这块还有贴纸。我们今天猜的要是这个车。来看一下、这个、你来给大家来拼上。哇，是一辆赛车，漂亮的赛车。累了吧？哦，这样，按反了，我就感觉怎么踩不进去呢？对吧？好了，我按上了。我刚才是原来是这样按的。哦，这样按的，我刚才没弄明白。那有个皮套，皮套是按在这儿的。小皮筋。好，哇，发射一下漂亮的小汽车。妈妈。对了，咱们没给它贴贴纸。好，来把贴纸贴上。大家看看这辆漂亮的赛车，是不是很漂亮？好，再给它发射一次。妈妈，那个我们就拉不出来。什么呀？那个，那就等会儿吃。小车，到我的手了。好，咱们再来猜，刚才是男孩版的。对。再猜一个女孩版的，看看女孩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呢？这是什么？是一个河马。还有一个河马呢。哎，妈妈，是这个。是吗？哎呦，这是大河马，把它的眼睛都给挡着了。这个呢？它的头。帽子，妈妈，你看，这是整完的啊，整完，他的帽子，他整完是这样的啊，你眼睛都没了，哎，我没看见，我看不见了。
看这是把他的耳朵把这个帽子捅破了，要不是这样的，可是捅破的。还有衣服呢。对呀、啊。对，给他穿上衣服。要不他怪丢人的。嗯。哦，他的牙齿能张开吗？他的嘴？嗯。嘴能张开吗？张开呀。看这里还有龅牙呢吗？有他龅牙。对呗。是有两种大河马是吧？嗯，这是第一种，是它的前面衣服。嗯，好，再把后面贴上。没贴好啊，贴歪了，妈妈。没事。好，把它的帽子再戴上。大河马，我贴的有一点不好。哦，看看，可爱又漂亮的大河马哟。哎呀，好，再来猜一个男孩版。嗯，来，是什么？嗯，不知道啊。哇，这是刷子，这些是燃料。嗯，燃料。嗯，可以用这个燃料来涂这些。哦。可以涂这些小人儿。对。妈妈，咱们就现在就不。对，这个涂不了，因为没有水。这个要可以挂在上面，把它。你把那个都得撕下来，那些一个片一个片都得撕下来，然后把它塞在这里面。不是，我把这个。这个可以打开的，这个把这个塞里，这有个圈嘛，把这个也得塞里面。对呀、啊，那个颜料。然后呢，这有燃料，把刷子蘸成水，然后呢，蘸这个纸就会有。颜色出来了，好，这是一个小刷子啊。妈妈，我记得以前咱们得过一个蜡笔的。嗯，好，咱们今天就给大家猜这三个蛋吧。嗯，下次呢，咱们接着给大家来猜，你等一下再吃吧。今天就到这里吧，下次再见。